各位午安，欢迎各位黎南游康乐及文化事务署主办的2018年香港花卉展览。Good afternoon, ladies and gentlemen. Thank you for coming to Hong Kong Flower Show 2018. 今日我哋好高兴邀请到香港中国医学研究所的李凌康教授及李翠贤博士为我哋主讲，主题是谈老退化。We would like to welcome Professor Li Linghong and Dr. Li Chuiyin from Hong Kong Chinese Medical Research Institute to give us a horticultural talk. The topic is a discussion on dementia. 现在有请李凌康教授及李翠贤博士。Let's give a big hand to Professor Li Linghong and Dr. Li Chuiyin.今天呢，我和大家討論的問題，認真的病名就是知覺障礙。但為何我用腦退化呢？因為腦退化呢是兩個含義的，一個含義呢就是形容詞退化嘛，第二個含義障礙。这个是一个病名来的嘛。加上我有拍档呢，李翠贤博士。大家好。是香港大学中医院高材生，他的博士论文呢是失明的。我讲半个钟头，讲我经验。第二呢，就请李博士呢讲下这个 dementia 那个中医治疗。咁我觉得他呢太后生呢，就似乎未有資格講呢個腦退化，我都夠資格，係嘛？即係提過啦。我講呢個題目咧，就應該講做平和啲嘅腦退化。乜腦退化咧？就係老人啊，都退化緊㗎嘛。但如果你呢個認知障礙呢個病名就唔同，畢竟下個人戇居居咁樣就好可怕㗎嘛。咁但係個前期啊，我分唔到佢究竟係邊類嘅，明我意思啦？咁啊，咁啊，嗱，我真講，我認為我講呢個題目咧，我夠資格。我今年咧85歲，仲可以演講嚇。咁你問我，你點解仲戇居居咁咧？有啲原因嘅。琴日咧，我同啲學生去馬鞍山，就想杜鵑，咁啊。好嘅野生嘅，咁咧又使下我豹貓影相，我係未睇下嘛。豹貓就見唔到啦，有三隻野生杜鵑，咁我好驚死啊！我跌親嗰時候嚟唔到咪死，咁啊所以穩定你退步搓手嘅。點知咧啲同學不知幾好，一前一後驚跌死似虎啊嘛。咁我反而今日個情況真咧，如果我唔行啊，我唔行啊，仲弊。試下瞓覺啊！咁行完翻嚟之後咧，琴晚攰到我死啦，行5個鐘頭咧，成個人搭雞又瞓喎。但今日個人醒咗喎，睇我講説話都未到咁懵閉咁樣。係啦，咁啊廢話少講，你會問我，咁你個健康狀況何來咧？點解你個85歲都唔戇居居咧？而家回顧一嚟啊，就主要同我呢幾十年40年咧，嗰個中草藥研究有關係嘅，因為喺1970年代啊，嗰陣時候咧，我哋有個喺呢個大會堂一個展覽，香港草藥展覽，咁好多人建議我哋咧，就將呢啲展覽內容啊，就編本書。咁從1978年開始咧，幾乎啊每個禮拜日咧，我哋都上山㗎。點睇影相啊嘛，出書啊嘛，啊咁呢幾十年嘅運動啊，係奠咗而家嘅基礎，明白？咁所以咧，有啲後生仔女話咗學我得啦，你咪行下山啦，唔好成日瞓覺啦，係咪？呢個係一個基礎嚟嘅喎。好啦，你話我而家85歲開始咧，遲啲，嚇、啊、應該早少少咧。就去開始，因為呢個健康係積累嘅。40春秋，草一順千，勞風踏遍稻華年。
鳳凰顛頂狂風襲，但冒三年暴雨雪。粉石馬鞍機魄散，墮坑大霧顯文言。珍稀照片攀沉涉，起見書城下已存。即係話換句話講，冇咗以往四十年嘅爬山野搶出書，就冇今日咁大聲就可以得閒。呢個咧唔使俾錢噶嘛，咁你唔編書都可以爬山。呢個第一個，第二個咧，呢首詩人有時都好，好曲歌係西醫嚟嘅。都係咪中西結合啊？我唔係好唱歌喎，但係有人唱，叫我哋你學唱學唱啊！大家如果開心啊嘛，佢認為心花放咁，你命都短啲喎，你要周圍行下，即係開下心，所以心花放呢樣嘢幾好。你一講咗嚇，咁由於一個目標啊，即係我哋出書嘛。一本，出了八本。咁啊，琴山啦，影相啦，好啦，大概十年前咧，就商務印書館同我哋講，佢話你可唔可以將呢八本書啊編埋兩本上下冊，按科屬排。十年前喎，唔係而家喎。咁我諗啊，好啊，好機會啦，因為如果有啲十年嘅時間，啲學名改咗啊。或者有啲資料要修正啊嘛，總之成個商務啦。今日佢喺2006年啊開始做，今日2007、2008、2009、2010、2011、2013附印一四出版，今日八年啦喎。咁我同商務嗰位毛先生講，阿毛先生嗰間年紀好大㗎。嗰陣時候將近80啦，今日85啊嘛。今日我擔心啊，呢套書啊，唔知可唔可以完成？講我自己，阿毛先生點答我咧？佢話唔怕啊，李生。佢話所有大書啊，一日未完成咧，個作者都冇事嘅。佢話原因咧就你一個有啲目標啊。所以大書你一未完成嘅時候咧，你作者唔會出嚟問題。如果真假咧，我當你真嘅啦咁啊。咁果然真嘅話，因為嗰段時間咧，大概係2012、2013年咧，嗰陣時候負印啦。咁商務話有300幅幻燈發咗夢，死咯！如果你發咗夢，咁你本書點出咧？於是乎咧，我同事咧又好拍檔，抄翻嗰啲傳翻個幻燈咧，揾文烈博士幫手啦。嗰時咧，嗰條搏緊命咧，就唔知咩叫做腦退化嘅喎，不知為何物嘅。嗰時個心啊，一團火咁咧，要完成佢即係咁樣嘅喎。咁啊，最後嗰陣時候咧，我啲照片出咗少問題，我啊親自爬山去影我翻嚟。咁啊，眨下眼咧，今日都2013年出版啦，死啦！出版之後咧，就成個人軟曬啦，因為佢嗰個人攰啊，你一日透支咗咯，搏咗老命啊嘛。咁如果透支之後完成咗之後，嗰時候瞓得唔得咧？理論上係得嘅，因為我而家可以唔做嘢噶。但問題就係咁咧，如果老人啊成日瞓係咪好事咧？唔係好事，越瞓就越攰。佢原因咧？喺度提到啊，唔係我哋有喎，佢古代咧有個病名咧叫腦，古書啊你揾唔到嗰個點樣事嗰個叫邊個啊？癡呆。咁舊時啲老人家都好多，唔係而家有老人家啊嘛。咁啲癡呆咧成日瞓覺啦，啲仔女鬧啊，咁啦。咁啊，其實咧父母嘅瞓覺咧就好多原因嘅，第一咧就無所事事，係要攰嘅。越瞓就越攰，咁你會問，咁你咁老，點解你上馬鞍山連屋企嘆世界咩？得嘅，但係死嚟嗰個嘆世界咧，可能個衰老啊，而家仲快，所以我意思就係話咧，腦退化呢個病，
老人啊，唔好乜啲嘢都唔做，尤其是有啲目標。譬如我編緊書嘅時候咧，咁嗰陣時咧都唔知咩嘅對話嘅，嗰陣咪搏緊命去做嘢啦，即係嗰個心口有團火咁啊，一日完成唔到咧，死人眼閉啦。咁所以佢譬如讀主一歌嘅主歌嘅商務總監話：，佢唔怕你聲，你到書未完成就冇事嘅。大概意思咧，你未完成你唔捨得嘅，果然真係唔捨得喎。嗰陣成十年八年喎，咁所以咧有一個目標。他們說是不是要吃一些包心刺肚的，未必，中醫都是窮人的，你未需要吃海參餐餐，是未需要鮑魚，實在說我都睡不到嘛，我自己喜歡煲什麼吃呢，我老婆知道我走腳背了，我回家就煲些牛大肉花生雞腳，雞腳這麼便宜的東西有什麼那麼巴閉呢，又不是的。如果啲雞腳咧，你煲腩嗰時候啊，食嘅時候似海參喎，你信唔信啊？因為海參嗰啲先話咧係一種叫做咩蛋白，膠原蛋白。咁你再煲耐啲就溶咗啦喎，溶咗咧，咁啲嗰啲海參唔見曬啦喎。所以你佢煲上咧，唔好煲到咁冚唪唥溶曬，剩翻龍膽幾好食。咁佢啲雞腳、牛大肉、花生雞腳啲咁似嘅嘢，咩咁巴閉啊？咁又唔係喎，因為講得唔好聽，先我哋屋企火燭地下，咁我嗱嗱陣要走啦嘛，走火啊嘛，咁咧由十五樓走落個地下，雞腳唔夾啊，擺上都唔夾攞喎。好啦，去到我後邊個花園咧，嗰個咩？摩士公園，我後面公園都太乖人啦。去到摩士公園，死啦！點解我唔記得攞擺相咧？咁樣，其實咧並不是表示啊，我非擺相不可，即係坐前啲啦。但係咧有擺相安全啲，係嘛？咁正好説明咧，我仲有能力跑落去十五樓啊！佢火燭我同我走得好快，不唯一嘅啦，啲缺點咧，我攞鎖匙。又唔記得攞濕毛巾，又唔記得攞電話，好似我哋發喺十五樓咧，我哋嗰啲公屋啊，好疏煙嘅，所以咧呢個問題，我覺得雞腳咧係一個好平嘅嘢，你唔好以為雞腳係唔值錢嘅嘢，雞咁腳啊嘛，只雞咁大隻咧，只雞咁細條，佢撐得嘅嘢起嘅喎，係咪啊？我哋話雞咁腳走。不過屋企咧，我嗰個老婆又煲，佢知道我行得好攰啦，又煲啲牛大肉、花生雞腳，食完真係好啲嘅喎。唔係收你喎，我當年同阿李博士做大東山嘅時候，都係食完同佢行嘅，佢都煲嚟食嘅。咩原因咧？你再研究得嘅話，因為牛大肉係一個補脾益腸嘅嘛，煲益肺嘅嘛，即係一啲強壯啊。咁嗰時候好平嘅喎，四零幾蚊斤，而家百二蚊斤啊！我老婆唔食。因為他知道我行嚟唔係咁叻，所以喂，你未必須要包心刺肚，平嘅。譬如講，嗰啲人賣啲咁嘅嘢，燕窩係好好嘅，但好貴，未必可以成日食到嘅。咁我自己咧就叫屋企煲啲雪耳、糖水、瘦肉。我當我燕窩食噶啦喎，究竟係咪燕窩最好咧？我真係分唔到。但係嗰啲藥劑師話咧係蛋白質嚟嘅，咁你又心理上咪當佢係燕窩食啦？你撈埋你分到出嚟咩？但當然，我相信燕窩一種成分啊，係比你哋強啲咁多。即係換句話講，你未必需要好多好高營。好包心切到咁巴閉嘅食物，普通嘅菜。咁我哋咧，我哋以前都好慳噶。咁我老婆咧，平時咧就係煮飯兩愛食。咁啊，買啲菜，買啲瘦肉，買啲魚，咁啊算噶咯喎。但係新鮮噶喎，一兩個人啊嘛，每一次都新鮮噶嘛，食唔入咯，幾好啊！
都起唔上個拜水啊嘛。咁唔加我想食啲好啲嘢。老婆話：你乜食咁巴閉啊？營養過度啊，都未必。因為我估計我營養都唔係好。簡單啲，適度嘅運動，均衡嘅營養，係一個生活目標。補藥帽咧，我以前用，嗰啲葛湯啊、牛大力翻雞腳啊，而家老咗咧，佢用唔夠精神啊，我啲人參磨粉，磨粉啊，嗰啲花旗參又磨粉。咁又話點樣對溝呢？有時啊，純粹嘅人心係補少少嘅，溝翻嚟心。咁、那個比例咧，你每個人嘅比例係唔同嘅。有時你覺得燥熱，跟住咪多啲翻嚟心咯。你弱啲咪多啲人吉唔出吉唔出唔貴啦，480蚊吉。磨粉咧就85蚊，你咧磨粉咧食好耐好耐咯喎，係咪啊？唔好抹嗰類心喎，嗰種仲貴喎，嗰種人啲燥啲，花旗參都唔貴㗎，我覺得幾好啊！即係而家咁樣對我嚟講啊，係適合嘅。仲有一個問題啊，老人家咧係最怕跌，最怕跌。而慢啲，揸把遮咧就當拐杖。我示範下啊，當然唔等於我話掉咗佢唔得，我得嘅喎。不過走火我咪揮五腳扣落下嚟15樓啦。但問題咧，你就唔好恃著自己威水，平時嗰間咁樣，係啊，或者行得好慢。嗰日問我：你做乜嘢㗎？你急吞吞咁嘅咁嘅嘢咩啊？係啦，呢一類啦，嗰啲咧係慢工快掌，成日啲人撞我嘅喎，唔知無端端突然間一個人飛飛過去以前，突然間又撞我嘅喎，零零舍舍有啲又紅又黃都撞嘅，喂，走去撞咯，行慢啲咯，你撞我咧，喂，我咁大隻喎，你撞我唔到嘅喎，我叉多個腳。咪撞啊！仲有一點咧，嗰多車地下鐵嗰啲乘客啊，一見就讓位俾我坐噶啦。有冇睇睇到啊？地鐵搶一搶你呢個攞你命搭瓜你喎咁樣，所以佢有份嘅喎。你又要買獎？啊，吳醫生話：你醫生要揸地，我係啦。揸買獎唔好睇啊嘛，揸把遮好睇啊嘛。我點樣揸唔揸地有乜所謂？係咪啊？你點解個把遮係遮耳環啫？係做解獎咧？明唔明意思啊？老人家唔中意揸解獎我話，佢覺得好醜怪嘅喎。我又唔怕喎，我覺得呢個咁你咪學我咯，又紅又黃，佢撞埋嚟冇得講啦。咁佢撞上嚟，我個鼻都得。應該注意下呢啲盲公怪上嚟嘅嘛？點解你咁撞我咧？仲有第二點咧？有咩好處咧？你學識點樣跌嘅？我行山咧就成日跌嘅，一跌你又骨頭唔斷啊！原來咧，你一跌嗰陣時候啊，第一你成日行山你骨質啊係好少少嘅。第二跌嗰陣時候咧，你行慢啲，一跌嗰時咧呢把筷子佢一篤，咪射你喎，輕輕地，冇攞錯嘅，啱啱咪跌只我腳嗰只手。咪笑啊！真係喎。因為你一射射力啊嘛，明白？一射力之後咧，個力咪弱咗咯。我一次買睇你知啦，一篤落去咧，輕輕坐落去啊。有一次啊，我睇嗰啲戲啊，都話咩啊？《奇幻古龍》歌舞啊，不知幾好睇。落床嗰時候啊，我想追喎，同時3米咋，踢踢我啊，突我咯，好似我唞3個月嘅，跌我突然斷偷笑嘅。所以我從此之後咧。咁咧，我就唔敢去行得咁快。老婆，我行得快，行得慢。我話佢嗱，我行快啲。如果我跌親嗰時候，累死你嘅喎。係最怕坐輪椅嘅，
我唔知點樣外邊傳咧，我有啲學生話咧，你老師好慘啊！啊，退休咗翻屋企度咧，住喺室個公屋，又要一診所俾人買咗，咁咧又去坐輪椅。咁其實咧，可能關心過度嘅。如果有人問你，你離開醫師點啊？做乜上馬鞍山？做乜大浪西？就唔好講到我話好似而家要坐個輪椅嚟，跟住做咩演講咪叫你翠賢嚟講啦，係嘛？仲可以喂馬鞍山我唔輸俾你嘅喎。講翻轉頭，好嘢！我覺得咧，我嘅健康相當程度得益於研究香港中草藥出版書籍嘅結果。出書賺唔到錢嘅喎，賺到健康。咁點解我要講呢個題目呢？我就係希望將呢啲我嘅經驗啊，向大家介紹一下，冇保留嘅喎，你個個得嘅喎，啲後生女仔而家更加應該要開始嘅喎，等嗰啲好似我哋啲大教授咁樣戇居居嘅時候咧，好遲啊！就算我假設我真係患咗呢個dementia咧，我都希望佢延緩啲啊！我八廿幾歲啊嘛，延得5年都仲唔夠啊！仲有一個問題啊！我一個同事嘅生意，佢話：醫生，如果你有乜嘢突然間意外咧，譬如講半身冇力啊，嗰個麻痹啊，咁嘅時候咧，就快啲醫院。啊，第二仲有喎，你要揀翻醫院啊！而家政府咧就有啲嘅有血栓啊，開嚟解血栓嘅。黃金三個小時，仲有唔係每一間醫院都有呢設備喎。佢教我話：，一條咩？有啲咧係可以送醫院嘅。乜嘢啊？正正你查到呢間醫院咧，係要有溶解血栓設備嘅。譬如我哋黃大仙，超醫有嘅。呢個冇嘅喎，咁你查到呢間，而且佢好需要佢嗰啲救傷車，譬如過界嘅。唔得啦，嗱講嘢，所以我唔敢上電視嘅會鬧嘅。不如我哋查定佢邊間醫院邊度有溶解血栓嘅，明唔明先？咁咧就到時我去呢間黃金三院，因為點解講得咁巴閉咧？80%的原因啊，老血管意外同血栓有關係。咁我點解我最怕上輪椅啊嘛？我而家又中意上輪椅啊嘛！我黃大仙好多輪椅客都好巴閉喎，嗰啲人咧坐輪椅撳撳掣又哔哔哔哔，你行慢啲就追你喎。我俾你行先啦，係咪最好唔好坐，唔好去坐輪椅咧？我仔話：爸爸你諗下，都係大家利是喎，請我買佢俾我。買咗幾錢啫？我而家行得唔好啊！或者我呢個例子啊，咁啊請李翠賢博士咧，同大家介紹下嗰個dementia真正嘅腦退化，真正嘅認知障礙，大家知道咩意思啊？即係真正嘅我啲未唔知咪真正嗰度唔知，都可能係真正嘅，但肯定啊！退化真嘅，我寫一首詩叫咩？我唔記得啦，寫係叫做大概意思咧。我識你嘅，轉頭唔記得噶啦。係嘛？唔得喎，你話我咩？我小姐，我轉頭唔記得。嗰啲咧係一個老人嘅一個叫咩？都係障礙啦。我詩唔記得啦，大概唔記得啦。第二日叫。佢好大聲嘅喎，我老婆話我得翻70%耳仔嘅啫，大聲啲同我講嘢啊嘛。仲有咧寫文章唔得嘅喎，我年其實好後生嘅，咁佢寫得好快嘅。你叫我寫呢千零字咧，我可能好辛苦，唔係當年我咁樣嘅。但我仲未心識啊，即係我有機會希望大家同介紹下呢啲有關嘅知識。
咁大家點樣理解咧？簡單間，我哋最後我請阿李博士咧，同大家講20分鐘，問方法，跟唔可以喺問題，你可以問題。OK。好，唔該師傅。咁咧落嚟呢20分鐘度啦，咁會同大家講下關於認知障礙。咁師傅頭先咧講咗好多關於生活上嘅建議啦，食飲食啊或者運動啊嗰啲，都係可以預防身體一啲退化嘅方法嚟嘅。咁今日嘅主題係講認知障礙啦。認知障礙咧同其他病咧。個病名上面你未必咁知道係乜嘢，例如我哋病名話頭痛，咁大家知道係個頭痛唔舒服咁啊，頭痛啦，舌瀉肚屙，咁大家睇字面都會知道。咁認知障礙係咩呢？認知障礙咧，其實係個認知功能嘅一啲減退啊。咁而呢一個認知功能減退咧，並唔係話年紀大咗就一定會有嘅啊。年紀大衰退，咁可能係一啲身體啊肌肉嗰個力度退化，或者係動作慢啲啊咁樣。咁但係認知嘅嗰個退化咧就唔一定嘅。我哋認知功能咧其實包括幾方面啦，語言方面可能講嘢咧唔能夠好有邏輯同埋好準確咁樣同人哋口頭或者書面嘅溝通。咁另外喺理解力方面亦都會有啲問題，可能就係一啲對話文章啊，或者係圖片嚇，睇落去咧可能唔係咁能夠理解當中嘅意思。咁其次認知功能咧，亦都涵蓋咗啲注意力、專注力咁樣嘅嚇。咁例如係一段時間裏面能夠專心去做某一件事啦嚇。另外咧就係一啲感覺啊、知覺方面嘅能力。如果認知功能減退咧，其實佢嗰個身體嘅一啲感覺或者感知反應咧，係會遲鈍一啲嘅嚇，例如味覺啦，或者對温度嘅感覺咁，所以有時凍啊熱啊嗰個轉變咧，未必咁敏感啊。咁另一方面咧，認知功能亦都體現喺學習啊、記憶方面嘅能力嚇。咁講到認知障礙症，大家最明顯的一個症狀就是話記性會差，但是一般老人家那種記性差和認知功能障礙那種記性差又不同的，正常的退化記性可能會差一點，但是呢當你提起他有這件事，那老人家他會記得回的，他會可能有些模糊的印象，是發生過這件事，是做過這件事。但是如果一些認知功能障礙的患者呢，你就算提起他呢，他都不記得曾經發生過，即例如有認知障礙症的老人家他不記得自己吃了飯，你怎麼提他呢， 他都會覺得我是未吃飯的，所以是有個分別在這裡咯。認知功能也都是有一些關於解決問題的能力啊、推理啊、分析思考的能力都會差一點。所以呢我們在講這個認知障礙症的時候呢，必須要分別和正常老化是完全不一樣的。認知功能障礙呢，它的記憶衰退要講多一件事，就是它會忘記最近發生的事，所謂近事遺忘。新近發生的事呢是很容易會不記得，但是可能幾十年前的事情它依然是歷歷在目，都記得很清楚。另一方面呢，就可能體現在一些組織力啊、判斷力方面的下降。認知障礙症呢不是只在老人家身上會出現，有陣時可能在40-50歲有機會都有些這樣的腦部病變出現的。咁如果那個患者他本身都還在做緊嘢，仲係在工作崗位上面的時候呢，他就會很影響日常的工作表現。可能他開會有一些重要的一些組織的事他不可以履行到啦，也都是令到他的工作表現很差的。同埋認知障礙症另外一個症狀呢，就會對一些人物啊、時間地點比較模糊一些，可能會不記得自己去了哪裡啦，或者那天是星期幾啊、幾多號啊那些這樣。
去到中後期的時候患者也可能會有一些情緒和行為上的轉變的可能會脾氣變得暴躁一些或者情緒會變得抑鬱一些焦慮一些樣去到後期呢就可能肌肉那個力量都會減少會導致反應會比較遲緩一些動作沒那麼靈活甚至照顧不到自己的認知障礙症其實是一系列持續演進而且能夠逆轉的腦部疾患所以呢我們無論中醫好西醫好藥物那個功效呢主要是體現在延緩那個疾病的發展過程中醫呢就將這些認知功能障礙呢歸納做癡呆啦剛才阿李寧漢教授有講過主要那個病因呢就是跟肝腎氣血虛弱有關肝腎呢是主管住我們那個神志啊精神狀態咁樣嘅咁如果肝腎虛弱咗嘅話呢人相對那個精神狀態就會比較差一啲啦亦都唔能夠濡養到腦部嗰、那個經絡，咁會令到我哋中醫講腦髓失用。呢、這個時候咧就會令到一啲日常嘅所謂認知功能，包括頭先講記憶力啊、自理能力啊各方面嘅慢慢衰退。唔同嘅體質咧都會出現呢一種認知功能嘅障礙啦。咁常見頭先講肝腎不足引起。咁臨床上咧，我哋會用一啲例如熟地啊、淮山啊、山芋、知母啊、黃柏啊呢一類比較補腎嘅藥物去處理。咁如果另外一種情況，佢痰即係我哋講身體一啲氣血運行得唔暢通，水分同埋血液凝滯咧，就會變成一啲痰同埋瘀。呢啲痰瘀困咗喺經絡裏邊咧，就會阻礙氣血嘅運行。令到個腦嘅營養相對少咗，咁所以我哋亦都要針對啲痰瘀咧去化咗佢，化痰啊去瘀咁樣嘅。咁臨床上如果遇到呢啲情況咧，亦都會用一啲例如竹芋啊、陳皮啊、半夏啊等等嘅藥物。咁講到啦，認知障礙症係一個不能逆轉嘅疾病。咁但係咧新近呢幾年咧，其實啲研究做過咧，發現喺中草藥一隻叫歐藤嘅草藥裏邊咧，提取一個成分叫做歐藤鹼，將呢一個成分去用喺一啲動物實驗上面咧，就發現佢可以逆轉翻呢一個腦細胞嘅功能。咁但係我哋即係都要進一步再去研究咯，因為對嗰啲動物實驗講咧，其實個歐藤鹼係喺成個歐藤個草藥裏邊咧，佔只係1/1000。咁變咗，如果我哋因為要預防認知障礙，走去煲歐藤咧，其實都唔得嘅，因為你要有好多好大量先至可以足夠嗰個腦細胞嘅修復。同埋，如果太大量嘅時候咧，亦都有可能會有其他嘅副作用出現。咁所以都唔係話自己攞隻歐藤去煲就得咯，而係都係喺實驗室裏面要提煉啊，提取個有效成分先至可以做到。咁所以暫時咧，大家都係即係循翻一啲補腎啊、養肝啊等等嘅食療去，希望延緩翻認知障礙症嘅發展為主嘅。嗱，咁頭先咧，李力漢教授啦，咁就分享咗一啲佢自己飲食上嘅建議啦。講到話用一啲吉林參啊、花旗參去磨粉嚇。咁除咗呢啲之外咧，咁其實我哋書裏邊咧，亦都介紹咗一啲嘅食材。咁例如係核桃，核桃咧佢有一個補腎、温肺同埋潤腸嘅作用嘅。頭先我哋講到咧，認知障礙症係簡單嚟講係個腎虛啊嘛。咁而核桃咧，佢有個補腎、温腎嘅作用。咁如果一啲腎虛體質，可能係腰酸、耳鳴啊，或者夜尿比較多啊，小便比較即係清長，即係好大督啊，呢啲咁樣情況咧，屬於腎陽虛咧，都可以用核桃去改善咯。
另一方面咧，核桃由於有温肺嘅作用啦，咁所以對於一啲即係長期慢性嘅咳嗽咧，亦都可以用佢去舒緩嘅。咁另外核桃佢亦都可以用腸啦，因為佢有啲種子油喺度啦，所以例如老人家便秘啊嗰啲咧，亦都啱食嘅。核桃可以當普通零食啦，咁每日大概食兩個到四個都 OK 噶啦，咁就或者可以煲粥嚟食都可以嘅。除咗核桃之外咧，另外一個常用嘅補腎同埋可以改善認知障礙嘅食材咧，就係黑芝麻。黑芝麻咧，佢係都係補肝腎、益精血嚇，同埋亦都有潤腸嘅作用啦。對於例如經常容易頭暈眼花啦，或者容易攰啦，耳鳴啊，頭髮甩頭髮啊，白頭髮啊呢啲咁咧都適合嘅。咁同埋現代呢個營養學咧，亦都有講到黑芝麻咧，佢係含有呢啲卵磷脂，咁而卵磷脂咧對於腦部嗰、那個細胞嗰個促進作用咧，亦都幾好嘅。咁所以黑芝麻無論喺西方營養學又好啦，或者我哋傳統中醫中藥嘅概念嚟講咧，都係一個比較適合嘅食物。咁大家都可以試下咯。仲有一個同大家介紹下嘅咧，就係龍眼肉啦。龍眼肉咧，咁其實係一個補益心脾、養心安神嘅藥物，亦都係一個食材啦。針對一啲例如係會怕凍啦，容易手腳冰冷、心跳心慌，或者腸胃消化吸收比較差啲嘅、可能大便會比較稀爛啲啦，一日屙好幾次啦，消化亦都唔係幾好，胃口會差啲。呢啲心脾兩虛嘅情況咧，用龍眼肉咧亦都有幾大嘅幫助嘅。咁係啦，咁介紹一個少少嘅食療俾大家。咁如果大家可以有時間咧，可以揾糯米去加埋枸杞子、核桃、大棗、酸棗仁同埋桃仁，咁佢有個補腎同埋活血嘅作用。咁將呢啲嘢撈勻去蒸熟佢嚟食，咁作為一個小零食咧，其實都幾得意、幾好味嘅。嗱，咁除咗食之外咧，咁頭先李教授都有講到話運動係好緊要嘅。咁佢自己亦都係即係親身即係做咗好多年嘅運動，由後生到而家嚇，即係都 keep 住一路去行山。運動咧的確係好緊要嘅。尤其是一啲早期嘅認知障礙嘅患者咧，我哋講認知功能可能會有啲衰退，但係喺初期嘅時候咧，佢哋嘅肌肉力量咧係同平常人一樣嘅。咁如果喺呢一個早期嘅時候，我哋唔去維持住呢個肌肉嘅力量咧，等佢一路啲認知功能衰退嘅時候，衰退到後期嘅階段，就有機會連啲肌肉啊都會冇力啊，行都行唔到，步履不穩。咁嗰個時候再去鍛鍊咧，就相對比較困難。咁所以如果係真係早期發現咗呢個認知障礙症，或者甚至我仲未有發現到認知障礙症嘅，都仲係健康人士，咁其實都要 keep 住做翻多啲嘅運動，去提升翻我哋肌肉嗰個力量咯。咁而有好多研究亦都做過咧，運動佢係可以改善呢個腦部嘅血液循環嚇，認知功能有問題，其實都係同腦部嗰、那個即係血液循環嗰啲有關係啦。咁而運動改善翻腦部血液循環咧，亦都可以增強翻腦細胞之間嘅嗰個溝通嘅能力啊，咁令到認知功能咧可以維持住嘅。咁其他運動嘅好處都唔使多講啦，包括即係恢復翻個心肺嘅功能啦，強化肌肉組織啦嗰啲咁樣嚇。咁所以咧無論有認知障礙又好，冇認知障礙都好，其實咧都應該要建立一個良好嘅生活習慣，做翻多啲嘅運動嘅。而呢一兩年之前咧，咁中大咧亦都有做過一個另外一個研究，佢咧就揾一啲有輕度認知障礙嘅老人家，咁就俾一啲運動佢哋做，可能教佢哋學下八段錦啊、太極啊、
咁另外咧，亦都俾一啲興趣班佢哋嚇，上下書法班啊，捉下棋啊，嚇、啊、或者園藝小組啊咁樣嚇，咁、啊、咧就一年都係咁樣俾佢哋參加呢啲活動。咁就喺活動一開始嘅時候啦，第四個月、第八個月同埋一年之後咧，分四個階段去檢查翻佢哋嗰個認知功能嗰個衰退嘅情況。啊、因為我哋頭先一開始講咗咧，認知障礙咧就係、是、一個不能逆轉嘅退化嚟噶嘛，即係話你呢一年裡面只會一路一路咁差。咁但係咧呢、這個研究咧就係、是、透過做一啲運動或者一啲干擾啦，我哋話啊，咁就希望減慢呢個退化嘅速度。咁咧就研究結果就發現有做呢一啲八段錦啊、太極啊或者其他嘅社交活動嘅老人家咧，佢哋認知功能嗰個減退嘅速度咧係比較慢啲嘅，啊，即係比較喺冇做呢啲活動嘅人嚇，佢哋係好啲啊。咁所以咧我哋平時要注重翻做運動啦。咁除咗運動之外咧，亦都要注重翻啲就係生活技能同埋一啲智能嘅訓練。咁可能係要多啲同人哋傾偈啦，多啲學習去表達自己嘅意見，因為認知功能頭先講到其中一樣嘢就係個理解嘅能力同埋個溝通嘅能力嚇，語言方面嘅表達。咁如果你喺初期嘅時候盡量 train up 翻，即係盡量去鍛鍊翻自己呢方面嘅能力咧，個衰退亦都可以減慢嘅。咁另外咧，喺關於中醫方面嘅啲保健咧，亦都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啦。我哋講到認知障礙症咧，就係同個腎虛有關。咁所以咧，我哋可以按壓一啲穴位去促進翻個腎嘅功能。咁而最好嘅穴位咧，就係我哋腳板底嘅涌泉穴。涌泉穴咧係腎經嘅第一個穴位。即係五臟六腑都有自己的經絡啦，腎都有自己一條經絡，而佢嘅經絡咧就係喺個腳板底開始，一路沿住只腳向上咁樣行嘅。我哋刺激呢個腎嘅經絡，腎嘅呢啲穴位，咁就可以促進翻腎氣嗰個功能嚇，有個補腎嘅作用。咁涌泉穴其實應該唔使我講，大家都知道係咩位啦，腳板底最凹嗰個位就係啦。咁你按壓大概一分至兩分鐘咯嚇，冤冤象象咁樣就 OK 啦。咁除咗按穴位之外咧，亦都可以推薦俾大家咧試下浸腳嘅。浸腳咧未必一定話要用啲咩特別嘅藥材擺喺個盤度一齊煲嚟浸嚇，就咁用熱水其實都會有個效果，因為咧我哋透過熱力將腎經嗰個氣血咧，由腳板底一路上到我哋身體其他嘅部位，係用個熱力去促進呢個血液嘅運行。咁所以其實頭先講呢兩個做法咧，大家可以夾埋一齊做，浸咗腳先，浸完腳咧就再按下個穴位，浸腳大概浸15分鐘到都可以噶啦，浸完就抹翻乾淨只腳啦，按個穴位按一兩分鐘咁就 OK 噶啦。每日持之以恆咁做咧，對於補腎都會有一個作用嘅。好啦，咁除咗一啲患者佢自身要去嘅事之外咧，咁其實講緊一啲生活嘅調理咧，患者嘅家屬咧都有個角色喺度嘅，因為去到腦退化比較後期啲嘅時候咧。可能個患者佢本身未必能夠好似平時咁照顧到自己，咁所以咧亦都需要家人嘅一啲照顧啦。咁我哋睇翻有啲一啲經典嘅書咧，一個養老奉親書裏面提到咧，就話凡人衰晚之年，心力倦怠，精神耗短，百事懶於思維，蓋氣血筋力使然也。即係話咧，你見到個老人家，可能佢年紀一路大，你見佢好似成日都唔喐咁樣嘅嚇，咁唔係因為佢懶喎，你唔好怪責佢話佢懶，而係因為咧佢啲氣血啊、心力啊各方面都衰退都唔夠，
咁喺呢個時候，唔單止唔應該怪責佢，我哋亦都要盡量去幫佢。好多時候有啲生活上有啲小嘅事啊，可以幫佢做啦，亦都可以鼓勵佢啊。如果你得閒或者你有少少精神嘅，咁你咪落街行個圈咯，或者你陪下佢傾偈啊，等佢有多一啲同人溝通啊。嘗試下表達自己啊，嘗試下理解你講嘅嘢啊，嚇呢一啲咁樣嘅傾偈啊，少少嘅同佢一齊相處嘅時間咧，對於個病情咧，其實都會有幫助嚇。咁最緊要就係要有耐性啦，即係唔好話見佢同你講咗啦，講完你又唔記得，咁又冇耐性又鬧佢，咁其實咧個患者就會好慘嘅，佢真係唔記得啊嘛。佢唔記得係病嚟噶嘛，佢唔想噶嘛，嚇、咁但佢淨係知道，次次一同你講嘢，你就鬧佢或者黑佢面，咁久而久之咧，佢咪唔同你講咯，係咪？費事激親你啦，啊自己又唔好受，咁但係佢再越嚟越唔同你講之後，佢就更加唔識表達自己，因為老人家可能退咗休之後咧，佢個生活圈子都會係屋企或者啲親人。咁如果屋企人、親人都唔理佢，都唔同佢講嘢咧，佢都冇其他同事啊、其他嘅社交圈子去講嘢，佢就會將自己越收越埋嚇。咁到最後可能仲會加重咗個認知障礙嗰個情況嚇。所以好多認知障礙患者去到後期咧，都會有啲情緒抑鬱嚇，唔開心嘅嚇，因為始終佢哋又表達唔到自己啦，跟住開始去嘗試講嘢又發現，原來我咁耐冇講過。開始真係唔係好識得表達到自己咯，咁咪越驚，越驚嘅越唔敢講，形成一個惡性循環。咁所以咧，我哋喺認知障礙症初期嘅時候咧，亦都要俾多啲耐性去陪伴老人家，同佢傾多啲偈咁樣嘅。咁咧可以講個少少故仔啦，咁認知障礙症咧，咁其實佢係一系列腦部疾患啦。有好多名嘅，咁有啲叫腦退化症啦，咁啊有啲係我哋話老年失智症啦，或者阿茲海默症。阿茲海默症個名係咪好似怪怪地咁樣？睇完都唔知佢講乜嚇。咁咧其實咧佢係翻譯自英文 Alzheimer's disease 嘅。咁點解叫 Alzheimer 咧？原來 Alzheimer 咧係1906年一個德國嘅神經學家嚟嘅嚇。咁咧呢一個神經學家咧，佢就發現。有在一個病人身上有一些異常的腦部變化、可能見他失憶啦、精神狀態比較差啦、還有一些很突發的性格改變，明明以前很溫順的、突然之間三兩個月呢他又變得很難相處樣、但是醫亦都醫不好。咁到嗰個病人離世之後咧，做一啲解剖，咁發現個腦咧係有啲異常嘅變化，有啲萎縮縮細咗嚇。咁經過好多年研究之後咧，咁先發現原來呢一個係一啲腦部嘅病變啦，就係屬於啲認知功能障礙嘅嘢。咁所以咧，為咗紀念呢一個神經學家發現呢個病咧，咁就以佢嚟命名，就叫做 Alzheimer's disease 咁樣啦。咁大概今日咧都同大家分享咗關於認知障礙症佢嘅成因啦，同埋生活上我哋要注意嘅一啲重點嚇，包括飲食、運動嚇，我哋努力即係身體嘅運動啦，腦部嘅運動啦嚇，咁另外一啲養生保健嘅穴位啊，平時浸腳啊嗰啲做法，同埋最緊要係屋企人嘅幫忙同埋照料咯嚇。咁或者如果師傅冇咩特別補充，咁我哋可以俾佢哋問問題。我哋預算咧係有10分鐘啊，係俾大家觀眾大家去交流下嘅。咁各位話好多問題，大家可以提出嚟，大家探討啊。好問題啊，唔講。我想問嗰個認知障礙症咧，需唔需要經過一啲一系列嘅即係除咗做個評估啦，咦覺得可能你嗰個分數係啦，咁之後仲需唔需要做一啲咩腦部掃描啊之類，去確定你係咪，然之後逐先去進行一系列嘅頭先李教授李博士講嗰啲，即係協助佢延緩
嗰個部分。其實咧，我哋如果中醫角度諗，佢會有一啲問卷去做啦。咁其實就算你話佢有冇或者係唔係認知障礙咧，我哋嘅辨證或者我哋嘅臨床嘅做法咧，咁其實都會按翻佢個體質啦，去調整翻。例如啊，佢嚟到佢係冇記性嘅，或者有其他頭先講啲情緒嘅障礙啦。行為的改變啦，嗰啲咁樣嚇，咁我按翻呢啲去幫佢去痰啊、化瘀啊、補肝啊、健脾啊嗰啲咁樣嚇，按翻唔同嘅體質症型去調整。咁但係如果你話西醫嗰邊係咪再做檢查，其實都視乎翻個別精神科醫生佢個做法係點樣樣咯嚇。咁但係我見有啲就其實都係以問卷為主嘅。其實咧，問卷係一個主要嘅 criteria， 咁可能佢會問你其他嘢，屋企人會唔會有類似嘅情況啊？嚇，嗰啲即係遺傳因素啊，嗰啲咁嘅嘢咯。啊，我哋咧上一年啊，有一個觀眾，我唔知邊個啊，佢提一個問題好重要啊。佢如果喺家人年老一路鄰盡退化嘅時候咧，子女嘅照顧好重要㗎。嗰陣時候，佢生個仔出嚟養大你，佢老豆父母出問題嘅掟低佢咧，好唔孝順嘅。所以呢啲喺仔女啊，到個後期按高高嘅時候啊，仔女應該好好啲照顧老人家。想問一問，如果一個九十幾歲嘅老人家，但佢成日咧一得閒坐喺度就瞓覺啦，咁佢你同佢講話喂，你又瞓著咗？唔係啊，我聽到啊，我聽到你哋講啊。我不知道他屬於是不是這個老人痴呆的症狀。其實呢他經常睡覺，單純這個症狀你就不可以說他老人痴呆的、可能他的氣血比較弱一點，所以容易累一點。但是一般來說呢我們都會建議、就是、要讓他走一下動一下、因為越瞓嘅時候咧，中醫講咧久卧傷氣啊，瞓耐咧個氣就係會弱啲嘅。你個人要喐動啲氣血先跟住行，氣血行咗你先有精神噶嘛。所以越瞓係會越攰。你如果攰咧，俾自己行個圈唞下，會精神少少。跟住 keep 住即係維持住每日都要一定嘅運動量喐動下咧，慢慢個人會有精神啲，就唔會成日攰賴賴瞓喺張牀度。去的他不會在家裡的，那他就不是影響他就不動了。我不明白他為什麼會經常都是坐下來睡覺的。這些呢可能都是他本身的脾胃氣血不夠，脾胃負責生一些氣血出來，年紀大了脾胃功能可能弱一點，變成生出來的氣血就不夠，那會令到因為我們說脾主肌肉四肢，所以氣血弱咗嘅時候咧，手腳肌肉咧特別好似比較攰啲、重聚啲咁樣嚇，咁就會令到佢覺得好似個人好冇精神咁樣咯。但我補充幾句啊，唔能夠話佢成日瞓覺就係老人乜乜退化，我講成日瞓覺，冇事冇怪我瞓覺咯。但係喎，有時我中意睇下電視啊，有時我話又聽下音樂啊，我行下山啊。因為有些事我未必是陷入了，有些資料說呢打麻雀啊是有改善的，不知道信不信。我們飲茶都有一位女士，她說什麼幾年前呢，她老公說我就來不在處了，要學打麻雀了。於是乎呢她呢就有得閒十二點鐘下午去打麻雀，她打了很多年都沒事。我一次問那個精神科醫生真定假㗎？佢唔研究啊，係有幫助。係咪咩愛父母啊？將佢打麻雀啊，行下山啊，聽下音樂啊，唱下粵曲啊，退下步啊，啲有嗰啲咁嘅中意嘅嘢，等佢做下好過瞓覺啊嘛。但唔可以話成日瞓覺就難嘅。咁我話退化緊，我退化緊啊！你唔可以話我退化。
係啦，咁啊頭先啊李教授講到話打麻雀啦，其實應該咧都係屬於我哋講話即係強化翻認知功能嗰個訓練嚇。咁包括可能其他嗰啲活動同人一啲傾偈啊，一啲交流啊嗰啲都可以強化翻個腦裡面嗰個認知功能，令到個人咧精靈啲咁樣嘅。有冇問題？一個大問題啊！而家腦就要考慮咧，老人院居家的養老，我問過我哋父咩啊？支聯政院啊，一個人一個月啊，14000元。好啦，我俾得起，但係同啲老人咧又要食素，嗰啲老人家拜一公咧又啷禮，你打我啊打你，咁咧佢就喺嗰個內心啊就唔係好安樂。所以我自己咧，我主張咧係居家養老。譬如我同樣花10000多元，我點解唔請埋翻嚟照顧你咧？呢啲後話啦，呢啲睇下政府啊，起家人細佬哥啊，不過你剩翻嗰啲錢喺度用啊，真嘅。係啦，今日我同你咁長氣講嘅時候，嗰啲時候咧就我睇老嘅，唔等於個都係噶嘛。不希望大家同我一樣，85歲。我上馬鞍山，又可以大浪式，又可以演講，咪七七咁啊，係咪啊？我希望大家能夠咁樣幫助咯。多謝李凌漢教授及李翠賢博士精彩演講，請李教授及李博士留步。Thank you, Professor Li Linghong and Dr. Li Chunying. Please stay on the stage.大會準備了一份紀念品送給李凌漢教授及李翠賢博士，我們有請康樂及文化事務署2018年香港花卉展覽相應活動小組委員潘少蘭女士為我們接受，我們有請 李凌漢教授及李翠賢博士接受。 Now we would like to invite Ms. Lisa Poon, the committee member of FinchActivity Subcommittee of Hong Kong Flower Show 2018 to present a souvenir to Professor Li Linghong and Dr. Li Chunying. Thank you, Ms. Poon, Professor Li and Dr. Li. 各位，今次嘅講座已經圓滿結束，多謝各位。See you later.